只是一个学人家被吉他乱唱一通想把妹的北齐，突然发现外国有一种叫做抗议歌手，像 Bob Dylan， 像 Phil Ox， 像 Woody Guthrie， 他们唱歌不只是抒发感情，是为土地，为人民，为公平，为正义，所以我也想来学一学。就唱片的街头运动，游行示威，无意不语。被叫去做一个唱跳舞歌的男孩团体，猴子在我背，猴子在靠背，那是个什么鸟啊，什么鬼，肉麻当有趣。突然间叫我出饶舌歌曲，想说奇怪你我会唱歌呢，啊你不让我唱你，我是神经病，你是神经病，会出版这个，会买这个的，才是真的神经病。再来，弄了一个台湾原住民舞曲，就把原乡吟唱加上了一堆懂词，懂词也行。听人说，卷起了一股叫做新台湾、新原住民、新音乐、新浪潮的新风气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从小到大，多少原乡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。哦，海洋，咪哟咩，林妹嗦啦，林妹哟，我们最珍贵的宝。还是比较喜欢唱个情歌的哗啦哗啦的那一种流行摇滚歌曲，不得已只好试看看做摇滚，草根摇滚、朋克摇滚、搞怪摇滚、台客摇滚，果然评审比较听得下去，拿着金曲奖，观众要足，可歌可泣，真开心，真开心，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，安养天年，含笑九泉。来带着这个阿萨布鲁的乐团，他变得资源匮乏的穷乡僻壤，上山下海学习前人的家，没脚中的爱与关怀，虽然累得很赚得少，心里却很满足，无所谓无所求，只求能够凡事感恩，随时随在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一路看顾，照亮我们的路。今偶尔炎炎讲，悄悄看。
刻，写歌唱歌比较少了。这些年来走在路上，遇到关心的朋友问说，怎么不再出专辑？要不然办个音乐会嘞，啊，票也卖不掉啊。对的我啊，对河岸啊，对 Legacy 的老板真不好意思。一辈子写歌唱歌，啊，做音乐出唱片，是不是一种梦想？不要太勉强，啊，曾经拥有就好，天长地久可遇不可求。将来还想要搞啥个鸡巴的狗狗屁，除了写歌唱歌啊，做做音乐还有什么会呢？不要回头，不要留恋，跟自己说再见，跟过去说再见，说不定明天，说不定后天，说不定大后天，就在巷口卖牛肉面，就在 Seven 当店员，可以不